有啊，哎，苏董，你要讲一下上次那个台塑的董事长是不是有来？哦，那个是王品，王品哦，进来了，王品吧，王品吗？带生意有来了。他是怎么了？他的身体怎么了？他中风。哦，所以也是来跟你请益，对不对？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对，我叫他说，不要都用化学的啦。是，这个不能讲分。我们的食物，你们有吃过？有没有跟别家不一样？有，别家的鞭棒一定吃了绝对口渴，你们相不相信？对，對我们的鞭棒你们吃有一只、两只、有三只，会不会口渴？不会。好啊，别家的火锅你们有去吃过吗？有。别家的火锅吃了会睡觉，想睡觉，有没有想睡觉？不会，不会的，精神很好，精神很好。哎，所以你们要传达。我讲了，以后你们可以每天来。有啊。他一锅369还不错哦，便宜，黑玛卡，肉也够，啊菜我就叫他不用花钱了，什么鱼丸啦、贡丸啦吼，前面都卖给啦，刚才可以青菜甲多了呢，我们还加肉，加肉，加肉哦，你让我们赚钱哦，很高兴，我把加肉，我们两个要加肉，哎呀，少得你，你看伊就知影咧肉肉肉啊，你啊，我也是肉肉肉的。那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亮亮老师，你说要来哦，礼拜六哦，就不要来，不要个人来可以，啊平日哦尽量来，人太多了，因为假日礼拜来一次，哎哎哎，对啊对啊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没有停车场，我对面有一个停车场，200多坪。后面有一个300多坪都还没有弄好。阿伟哥，你已经问好，你你要长得阿伟撤掉了呀，当时有点僵硬。还没弄好，是不能不能不能在这边开戏嘛。先试营运，白天中午有卖。哎，这这然后。